不是我的，我动。不是啊，这就是你在使用的啊，你不说你跟他买的吗？就不是我的啊，就说那个不是我放的，他就不是我的没。警察面前，男子疯狂跳针，撸个没完，死不给盘查。超撸功力让员警傻爆眼。好，要撸，大家一起撸。我相信我看一下了，这个我看一下，这个我看一下了。这是别人的，不是我的。对啊，你看我看一下啊。那个不行啊，那个不是我的东西。你撸我也撸，警方放大决跳针回击。原来花莲这名男子骑车安全帽没扣，前方零钱袋又超可疑，上秒才说机车是买的，下秒又改口前面东西不是他的，凹来凹去凹不下去就想逃。你坐下，你坐下，我要逮捕你哦。逮捕没关系啊。远景嘶吼呵斥，当街压制男子，结果钱包一打开果然发现毒品，罪证确凿，立刻被逮。不过心虚跳针的还有这里。很有的车，你朋友叫什么名字你都不知道，车子不是这个车牌吧？不知道就是不知道。面对远景疯狂跳针装傻，车开在路上车牌怪怪的都不知道吗？啊，原来车子是跟朋友借来的，但他老兄这么巧连朋友名字都不知道。我不知道耶，真的我不知道啊。那什么牌子？我不知道吗？你问我。果然一查就是假车牌，竟然还是在购物网站上买的。才挂牌上路第一天就被抓包，再撸再装也逃不过远景法眼。记者刘吉娇、何孟谦，花莲新竹采访报道。